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微的股市私房菜，我是微微老师张真微 Vivian。今天微微老师非常非常的开心哈，这个除了我们台北股市这个有大涨了155点之外，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新加入的五位加入我们微微家族的微会员朋友，今天都赚到了大钱了，对不对？赚到了一个520的超级大红包。所以我们现在今天要进入主题是，那么下一档嘿。如何让大家不仅是拿到的标股名单，不仅是轮流涨停，而且是涨不停呢？好，赶快，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主题。进入今天主题之前，欢迎大家大朋友小朋友们扫一下，这上面包括我们的 Line at 好微微的股市私房菜 Line at 包括 FB。还有我们在 YT 上面哈，我们的这个 QR code 我们扫起来，那么随时有问题随时上线跟微微老师请教。那么还有呢，如果各位朋友大家要加入我们家开放的520标股俱乐部，我们现在加开五个名额，好，我们随时把电话拨了上线，这是免付费的电话0800370888 0800370888。好，那随时进线，随时就有专人为大家服务，而且如果万一是在战线当中，那你就在 Light 上面或者FB 上面留言给微微老师哈，留下你的姓名电话，我们会尽快找专人帮大家联系跟服务的。好，进到今天的主题，为什么微微老师今天这么的开心呢？好，今天早上9:30，好，9:33，我们微微老师就接到了电话哈，这个因为新朋友非常非常开心哦，他就直接告诉我说，老师没料到哈，我们之前本来也都小聊了一下，但是没料到第一个。9:33，梁维哈6290的梁维涨停。好，那大家讲话啊，在因为盘中不能多说，只是我非常非常的恭喜他哈，我们的会员朋友。那接下来11:23，微风电子6756涨停。好。哇，这个让大家其实我说实在，微微老师比各位还兴奋哈。我只是觉得，大家的这几天哈，这个因为从上礼拜五嘛哈，我们讲，然后这件事情之后，没料到，哎，两天哈，两个交易的营业日就让大家能够大赚一笔大红包。还有呢，更重要的，我也完全没有想到，我们这看到盘中的走势真的是相当的不错哈，强。但是，哇，到了11:23。涨停已经在那试撮合的最后阶段。好，各位，也许很多人第一次看到我们这个影片，来，这是上礼拜五，好，大家去调一下录影带。上礼拜五5月13号，微微的股市私房菜，微微老师是不是？我担心大家没有看得非常懂哈。来，这个哈，我们把它大家 Q 出来给大家看，这是5月13号微微老师亲自哈录的影片哈。我们在那个线上，我们是不是跟大家提到梁维、微风电子、创维，微微老师绝对是没有跟任何主力做任何的相关配合，这整个市场交易的行情微微老师怎么会知道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嘿，我们经过精挑细选追踪超过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筹码，追踪出投资法人手中的持股跟他的控股成本，又比对好我们国内包括产业好以及相关的技术线型，帮大家筛选出来的，给大家一个520的大红包啊！那在这里面，我除了我们非常感谢这五位率先已经先打电话进线的朋友哈，我说起来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哈，你看，感谢大家的信任哈。上个礼拜五哈，我们3个交易日，三天，快上3天哦。礼拜五晚上哈，6日，哇，居然大家真的这么快就有人上线哈。那这个我们也把这个相关的投资讯息啊、股票哈、代码以及相关的这个进场跟出场的一个时机点跟大家报告哈。那结果这个讯息我没料到哈，居然这么快哈。你看在礼拜一、礼拜二，昨天大家讲的哈，包括有3幅画，你看。这些部分通通都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完全可以有机会实践，所以我觉得会员朋友说实在，我相信很多人时间很宝贵哈。你看了这些方面的影片，有的人今天就立即领到了520的大红包。各位朋友啊，说实在，你可能之前你在礼拜五的时候你就已经看到，但是你看到你赚到了吗？比较重要的是，你实质上你领到了这个520的大红包了吗？我说实在哈，
你如果只是看，你并没有赚到，那你等于只是帮别人在数钞票而已啊。那在这里面有一个朋友啊，今天早上我说实在，我也忍不住要跟哈这个整个的行情，大家难免简短的聊一下，而且盘中大家都说实在也蛮紧张，也蛮兴奋的哦。看一下这个大家放出来的这个标股哈情况如何。那其中有个朋友，其实在这休假的期间，我跟他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告诉薇薇老师，其实他已经有15年的投资台股的资历了。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其实你自己看盘跟各方面，他这赚的获利情况怎么样？他为什么也会想要加入薇薇家族？他就跟我讲啊，我觉得有钱人哈，他从股市这个赚到的这个有钱人思维，跟大家简短的分享。他是有强调哈，他说薇薇老师啊，你知道吗？其实啊，他在这里面除了投资获利啊，有些时候有赚有赔嘛。更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我们释放出来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讯息，对他来讲太重要了。只要对了，其中在他的手头边的这个持股水位，为什么我问他？因为我们这5位里面有2位，他是千万持股水位是千万等级的哈，这个持股比较大部位的这个朋友，他就跟我讲说，最重要的是资讯，资讯如果对了。哇，他赚到的钱远远超过会费。你看哦，在他持股的水位里面，我们报的这几档，而且这上面的顺序，薇薇老师怎么会知道他会轮流以这个顺序涨停？我不知道。但是今天是不是直接就给我们最大的回馈呢？所以，我也只能说，会员朋友，我们这次520标股俱乐部开放的这5个名额，专门就是588我发发。好，这方面的专案啊，那也是我们 Asia 588好，薇薇老师的 Line at 好，我们的这个号码，所以我们希望说开放给投资朋友，随时进线，不用等啊。我说实在的，你光是看，你在那边迟疑，你这个时机很快就会过去。那最重要的是，你投资这个说实在，他后来赚到的钱也远远超过他缴给我们的会费了，所以。啊，来，我们啊，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为什么我们会特别提到今天蛮重要的？除了让我们会员朋友赚到钱，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告诉大家啊，你最近只看到台股重返16000的行情，然后好，那这个所谓的哈，这个我们在大家看到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只有大盘的指数回到万六，最重要是你的股票到底有没有比如前一段时间损失的部分有没有机会回得来？你现在的这个投资水位哈，你有没有在回本？那更重要的是你到底有没有赚到钱？这才是真的。而且说实在，有些时候你把你手头边的筹码洗一洗，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换股，懂得换股。那在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的就是台积电的转机哦。台积电哇，小股东短短的时间范围之内又激增41万人啊。放长远来看，我说实在跟大家这个薇薇老师已经好几次，这个我们跑台积电 N 年了哈。之前那我们在媒体的时候，所以您告诉大家，台积电绝对是最具有竞争力公司。但是最重要是什么的投资的时机，它到底有没有带来转机？那么今天有哦，各位好，大家仔细注意到哈，这圈起来哈，这个4月哈，4月这个点，这个时间点。4月22号这个时间点，我们大家为什么特别去标注来看？因为这已经这个时间点，今天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它已经是比起跟前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同样都是在 MACD 头一次在红的部分有没有柱状体这里面红色柱状第一天开始转红了。好，那你可以看到，包括 KD 指标也开始黄金交叉，今天这根我们的台积电漂亮哈。好，那所以在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破题就是要赶快跟投资人报告哈，在这里面大盘因为台积电这个主要的控盘工具哈，有没有到底有没有机会稳住？有这个机会，只要这个美国美股哈，它不要再这个所谓的在不断的持续哈，在。稀里哗啦跌哈，然后它的通膨能够控制得住，美股不要再持续乱走跌一通哈，那基本上这个520的这个行情，我们是非常能够期待的。那现在接下来我们要跟投资朋友报告，我们一定要睁亮眼睛啊！这档哈4755是昨天哈，薇薇老师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持股名单，在我们盘中哈发扣讯给我们的投资朋友的啊，那大家已经知道了这一档4755的三幅画，但是接下来哈。虽然大家有的人讲说，今天这些为什么把它遮起来呢？好，前面我们已经跟投资朋友，我们已经有印证了，对不对？好，已经有印证了。好，那今天为什么我们所谓的要盖牌处理哦？这最主要是让这个加入我们这个520标股俱乐部的朋友，5位朋友，我想大家也都是花了真金白银进来加入的啊。那我们就要让各位了解到，当你
跟着微微老师的时候，你到底是不是很快就完全把你的会费完全通通都赚回来了？那个会费真的 piece of cake。你看一下哦，目前为止我们这些都是有根有据，跟大家报告清楚。其实啊，微微老师端出来的私房菜其实也是累积微微老师以前多年我们在这个我们在经营我们的媒体事业的时候，其实长期跟外资跟投信，特别是投信圈甚至还有我们国内的基金操盘手我们累积起来的，我们一群好朋友，我们有一个这个自己的朋友圈圈，我们长期在追踪。那么这一段现在他端出来的私房菜呢，我们现在有点盖牌的这个私房菜，我们大家要仔细比对它的价位。好，有没有？然后它的现形，到时候大家来比对。我们需要让，这个在这个加入我们标股俱乐部的新的同学你就会能够知道。我们到时候你一电话一进线，我们这个正式加入之后，我们就告诉你这几档。那到时候你可以去比对，你事后就可以比对，到底微微老师报给你的这方面的超级潜力股标股，到底是不是就是你追逐下一档涨停，或者是涨个不停？这方面的相关的潜力黑马、潜力股，好，你可以记住它的技术线型。那么在三幅画的部分，我们已经不用讲，因为我们盘中扣讯已经发出哈。那接下来这两档都跟着台积电有相关，因为台积电出现的这些转机，这个技术线型的转机都有它的玄机。好，那接下来绿能概念股呢，您也可以去调一下，上个礼拜微微老师已经有公布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在公布的这个新的这三档。可不是你看过的就有的那三档绿能相关的潜力股。好，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加入这个标股俱乐部的好朋友你电话进线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让你自己这个以自己完全是体验式的来了解。你光看影片，你没有加入会员，你没有成为我们自己标股俱乐部的成员，你就不能够立即去享受到，而且知道这你掌握到。这标股不仅是股票代号，最重要的是它进场的时机跟它的价位，以及你什么时候也应该要收割获利的价位。好，那在这里面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在今天分享了前面有5位微微家族的会员朋友这我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个上个礼拜5月。这13号礼拜五收盘的时候，这个已经是8点钟以后了那才加入了朋友，而且你愿意好好的来去尝试一下，哎，这个新的标股到底滋味如何？短短2天，是不是让你几乎就短短的这2天就要看你自己投资价位那有百万的，那最重要的是千万的，有2位的千万资金水位的朋友，你自己看一看，你是不是2天之内就已经把所有的会费全部都赚完了。好，那如果想要再知道进一步微微老师这个要端出陆续端出来的私房菜，那这个欢迎大家直接进线我们有一个免付费的电话0800-370-888，0800-370-888。那么还有新朋友，如果我们加入我们的 Light 的时候，请千万记得大家一定要这个发个图发个简讯，让我们知道你已经加入，我们才有办法把我们盘中跟我们这个盘前盘后我们搜集到的相关的标股的一些讯息，才能够有机会寄给大家。那我们希望说大家赚的绝对不只是这些小小的会费，最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个大盘居然有大幅修正这个台股几乎修正到将近3000点的情况之下。各位投资人，各位居然能够稳稳的赚到钱而且这个标股一只涨停就是9%多，将近10%百万如果你投资的是百万的投资水位，光是一档就有机会让你这个赚到这个将近10万块，而且如果你是以投资水位大概以100万计的话，那这样子的一个投资获利我相信各位投资人不用在这个时刻点只是看一看就好，直接化为行动。我相信机会掌握在你的手里那我相信微微老师真的累积了我们十几二十几年我们在股票市场相关的一些资历那最重要的是追踪投资法人的筹码，好，那包括投信，包括外资，那么还甚至包括操盘手他们选股的逻辑以及他们控盘的一个成本。那我觉得这是微微老师这个追踪了好一段时间累积出来的最重要的资讯。那从这里面再比对它的产业获利，以及接下来什么时机点，哪些股票个股我们该布局、该发动、该让等到它的涨停的时候立即能够出场获利，这些部分
都是我们最想分享给我们所有投资朋友的最重要的一个讯息。好，那这个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哈，那希望我们投资朋友这个有兴趣的投资朋友欢迎随时进线，那么你有任何的问题也随时在 LINE 里面问问薇薇老师，那如果正好我们在盘中正好比较急忙的时候，那么也许在占线，那么你就留下你的姓名电话，我会尽快找专人帮你回电回讯息，提供你最需要的资讯。好，那今讯时间就到这里咯，我们希望大家操作顺利，拜拜。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